哎、欸，你要不要陪我去逛街啊？哦，不要啦，我现在很累又很燥、欸，哎、哦。怎么了？你发生了什么？就刚刚啊，我们老师叫我们跑八百，然后呢，我没过就算了，他们还说我跑人家青蛙，我真受够。怎么会这样说呢？不然你现在跑一个给大家看，你觉得合理吗？那不然抱一个吗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去跳舞好了。不是说运动可以增加什么脑内啡，让心情变好吗？啊啊，要跳什么 ？K-pop 啊，你是韩演的哎、欸。哦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前几天刷到一个超好看的舞蹈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好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就 ，Cheers。哎、欸，我也看过这个舞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啊？你不知道 idol 舞台是不能被打断的吗？而且你不会自己去查。那你继续吗？其实我不会。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表演一个超好看的。好。你在干嘛、啊？哦，没看过《只有妖精》哦。你以为你是张元英哦？你还是全顺荣好不好？管你是，管你是张元英还是全顺荣，现在可以陪我去逛街了吗？不行的，你看不出来我现在腿很酸吗？可是你感觉心情变好了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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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难过很难过。那我讲笑话给你听好了。不要。有一天有，欸、有一天有。欸有一天有800个人去打仗，可是只有300个人回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好，大家没有人知道。因为500去唱歌啊，哈哈哈！好，其实蛮好笑的。那我再讲一个。不要，太多了。曹操字孟德，刘备字玄德，那500呢？500字心得啊。干嘛破梗啊？哦，这几百年前的梗啊。哦，很累。你陪我去喝酒好了，喝什么酒？我不喝酒。但其实那也不是酒啊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，我想想看啊，那个广告词是啤酒还是绿茶？没有酒精却有酒味的啤酒绿茶，你有喝过吗？你是说那个神秘啊神秘的梅子绿茶？哦，不是啦，啤酒绿茶。哦，啤酒绿茶，不要，那超难喝的。好用，都已经那么累了，而且又那么难过，我这样更难过，我就会就会，好像也不会怎样。对嘛？哦哟，很累，陪我去喝啦，拜托。啊啊，你去拿，去拿，去拿。好好好好好。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干嘛？喝酒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杯啊！哦，好。Cheers。Cheers， 让我们欢迎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交接舞台。Cheers。Get out of here.
at the party, Johnny, Trish. At the party, Johnny, Trish. At the party, Johnny, Trish. Tris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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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ish. At a hotline, got no work, no more, got it, got you. Trish, now I'm starting to read. Just say